都有不同传说此次有花招彩笔，何不题诗一首以话显庆写得唔系几好，再写过就得。奇啦，你睇下呢对娟娟蝶蝶双飞燕，莫非佢笑我单单独独太孤零？好，揾首诗卷埋掟走嚟得，走走，中唔走啦？边个掟啲嘢过嚟呢？珠香银河金玉城，瘦骨凝骸渐转青。月姐妹莲台管下，东府东墙渡月情。堂前虽有三千担，问谁能有此才情？奇怪了，方才我以纸团逐宴，错择隔墙，何以虚而复转呢？定必有人在隔墙择过嚟啦。好，等我睇下佢先。啊，墙柱瑶台十八陵，傲对银河百万星。世上人多年月者，谁攀眉月上天庭？啊，好诗句喎！咦，呢个系女仔嚟喎？啊，我叫声佢得，得人系小姐嘛，梗系怕丑，佢点会认我呢？有乜办法呢？又，啱啦。等我讲句嘢嚟递下佢得啊！嗱，借狂歌可作伴叫声，隔墙花一样也可应。
生气啦。小姐，你字形咁叻，请过嚟啊！我做咩要过嚟啫？你过嚟啊！你专一回浪惊万远，东行十步，便是我归意莫居营。绕过难远，东行十步，嗱系咯噃，我记住啦，嗱你等我，我过嚟啦，啊！